就来前面来对。 相对来说还可以，因为今年的疫情和去年的不一样，几乎是微乎其微了。这个绝对是98%吧，算是影响了，就是那个二只能是微不足道的了，对我们影响。 但是反正没办法，感到疫情了。其实国家也都是尽力了。你看每天，都给我们做核酸，然后环境检测。 北京挺好的，不冷不热的，这个疫情反正这个人还少。但是你会担心，就是不会，咱们国家这个核酸检测两天一做，两天一做，我们就。我来这边好几天了，点外卖，就是说外卖的话，它饭就是稍微都有点偏甜口，然后去饭店里边吃的话，几乎上都是刚好的那种。 我们本来想去一些地方旅游去玩，然后呢，现在看到这个病毒特别严重，就只能待在家里，或者是在家里进行一些体操活动等，然后呢，可以在家里学习等。 Yeah.